九二共识是一个态度，九二共识是一个通关密语。我们两岸啊，就是说不是国家对国家的关系，我们是同一个中国。如果说你反对台独啊，你这个接受九二共识，那我们一切就兄弟啊，一切都好谈啊，有再多的分歧我们都可以面对啊。好，有让利也好啊，帮忙也好，协助也好啊，自己兄弟啊，哪会计较那些呢？但是你如果从根本上去否定九二共识，那要怎么谈下去呢？